几次啊都算一桌菜试卷。是数学英语。数学上写数学了我的。哦，老师讲都做着了。嗯，今次晚上作业做着了。那你去做完都还有一天时间要考试了。这就是上小学以来第一次报考试啊，一定要考好。对啊，太激动了，因为要是你说好了，要是还考试容易吧，你啥都干嘛。啊，中。但是那期中考试都考试。我喊不要说话，就下去了，再了。恰吧恰吧恰吧，不要学妈妈去考科，你得去带点零几的。对，有零几的，从就算啊，在幼儿园啊，带了最低分，也没有零几的过呀。你可说了，给妈妈。啊，对。带过一把。你可说了，给妈妈炒炒的邻居大家的吃。七。啊。你去买卡片呗，买卡片了，我请他都发了财了。我想哪个小学里有那样的，都是人手一盒的。七个。这就是现在全部考试卷。嗯。不说错题了，都要在嘴边。说正后节他会做完了。他错的少啊，你有了点一百分，你想说就是有分他就有越错的。嗯。最主要的就是说了错题，你给他抄开，他在也能做。我去做罢了。你这到考试更累，这临时抱佛卷。考试更累，平常辅导的少哈，本人就不知道了，以为他的错题多了。嗯，你到认真学了，可那么过了。我可猜他这回考多少分了。就这三只错题啊，嗯，不是错题来都给他抄个肯定在这里抄得懂了，直接想起材料叫他重写就中不懂，本人就达不到第三名，过不了科任的。不管用少八分，反正你回家的这回期中考试上一本就中哈，这就是你的本事。就是能看他上一本不行，你的最爱是小声写的。做了学习主任可以揪着擦桌啊，不要找理由啊，是不是？去吧，去弄个鞋去。你可教手短，我给你擦擦。想去看海的熊，有一天森林里刮起大风，跳下马向海边跑去。熊不知道什么是海，又去了知识丰富的老山羊，遥远的未来，熊一样。一只熊安静躺在沙滩上睡着了。你发现没？它根本就不用那种山路子，因为它没有拼音，它不可能人了。它是根据着山头好了会儿，然后就俩三个的故事的波段背下来，是不是？嗯。你都鼓励你了。我该不鼓励你了？我让你铁杆粉丝啊！咋地咋地，继续努力啊！啊！以后来想吃个糕饼。这是诱惑呗啊？是不是？这道就是奢侈。不是奢侈，不是优素。你就是这种子分，我真是第一回见啊。你少不是第一回见，好像跟那外星人一样。就跟人家小笼包子的人。把他抱紧了，把他抱紧了才好了，要不他昨儿会有刺儿的。抱紧了优素了，一直在重复了干，反复了干。嗯。这里给他就发一些白菜。嗯，这里是洗菜工啊。我要去深圳。深圳的洗碗工。你不是洋人了哈？你真会九分熟女啊！也不能说九分熟女。来来来，孩子儿同志，解释解释，啥是九分熟女？九分熟，我认。你这里炒的这是哪人菜啊？光白菜。醋溜白菜，多好吃。那一颗白菜都没炒完呀，就够咋吃了？嗯。好难吃，虽然少吃点，可带劲了，多难吃，就是转，就顶上转的了。嗯。要是每天都做烧饼就好了。嗯，每天都做。
得向爸爸学习呢。爸爸当年一人，奶奶一人压个要求啊，必须得前三名。回去了，达不到前三名了，爸爸就不敢回去了，因为一回去了，奶奶就要拧爸爸。门口的饭店不是前三名，今天要爆了。拧的爸爸没脸呀，被爸爸在那里站着抱起来，这不是奶奶拧了。